中国功夫惊天下，天下功夫出少林。静极生动，动极惊天，禅拳归一是少林功夫的真谛。千百年来，少林武僧遵照着这条玄奥的哲理，创造并发展了少林武术。少林功夫始于北魏，源于少林寺。练功必须遵守循序渐进、持之以恒、方法正确的原则，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，锻炼体魄、增强体质，是我们练功的目的。少林拳械套路是少林功夫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朴实无华，刚健有力，结构严谨，节奏鲜明，来去风速势如破竹，利于实战。练武时要以刚为主，刚中遇柔，刚柔相济。战略上要沉着果断，内劲外猛，虚实兼用，声东击西，势退而时攻，势攻而时退。失局时退而引敌入伏，立局时攻而猛狠。大红拳是在小红拳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，其架势
比小红拳略大，步行手法有所变化，技法也更多变，故称大红拳。其特点为大开大合，快慢相间，尤以双云顶七星、三爬手、三摇手等特别动作贯穿全套路，相互配合有致，是少林武术中流传较广的经典套路之一。清末少林寺武僧把此拳流传于民间。下面我们进行大红拳的演练和讲解，我们先从第一式敬礼预备开始。第一式敬礼，
真正练习武术的朋友都知道，世界各国各地的武术流派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起身动作。刚才我做的是少林拳的起身动作，那么现在进行下一个动作预备式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合掌姿势变为左脚向左跨一脚，与肩同宽，那么同时两手抱拳握于两腰之间，接着两掌同时向上提，不超过胸口，那么两脚后跟离地。再接着下一个动作，双手和双脚同时下按，双脚落地，双手再重新抱回腰间，头同时着摆。竹云顶，剑不挡他，气势满足。下面进行少林大洪拳实战拆招演练和讲解。第一是运手，由现在我在这站立姿势，对方向我进行攻击，出拳我运手出去，接着反击对方，先用脚踢他的左脚，这时候他左脚退回，还有右脚，我又蹬之后砸他，那么他上面出拳，我上面抓住他的胳膊，同时用肘把对方制服。双云顶，双旗星。下面进行双云顶双旗星的演练和讲解。首先由现在的右盘肘姿势向右转动来，第一抓住对方的攻击来的左拳，第二对方右攻击，同时把他向自己怀里边拉，接着送出去。
二郎大神会中报曰：“三重报。”下边的动作，颜良和江杰又现在二郎南山，对方来用拳轰烧我，我用自拳破他的轰烧拳，接着他在左拳上，我继续来攻，把他的左拳勾住之后缠绕过来拉回怀里，接着第三次对方在攻击我，那么我腿部把他的手架开，第二次他再冲击我，我又把他的手给架开，第三次他再冲击我，他离我身子已经很近，我可以把他搂到自己怀里，接着往下压，抱手缩身，上面搂住他的脖子，下边用自己的拳击打他自己的咽喉部位。三大拳，双击手。下面进行三扎拳双绝手，演练和讲解。首先我向前跨一步挡开他自己冲拳，接着我再上一步又砸连打，接着第三步又冲拳，第四步落下来抓住他的左手和右手，右腿扳住他的左腿，把他这个拧下来送出去啊，这就是这一个完整的动作，这样拧出去。
屈步抱月，迎面掌，转身三枪手，回头望月。半手，我上面打他的面部，下边用脚踩住他的脚，之后我转身三枪手，向前面跑，小装摆肘，那么他继续蹲，我回身把他给顶翻，啊，用回身顶肘。把手的正面动作，起手炮，一、二、三。
大呼宝头，正面动作。向右跨一步迎接对方冲过来的拳头，同时抓住他的上颌，向前翻过去。算为对方攻击我，我把他给扛出去，接下来从左突步。正盘中正面动作，
一二三。端神迎面杀，双绝手，有先天的姿势，对方开始用拳攻击我，我抓住敲步，同时他另一只手再次攻击我，把他两只手抓住，两个手同时向敌拧，之后把他的拳头分开，把他给拉下来，越靠近地面越好。盘中，左盘中，起手炮，三枪手，一二三，二起脚，抻身拳，起手炮。右盘中，迎接住对方冲过来的拳，同时用左肘击打对方，把对方给打出去，同时背面过来的敌手把他同时打出去，那么他又用左拳冲出来，我用我的右肘把他给打出去，那么接着起手炮，我打背面又过来的对手三枪手，一二三，那么接着第三次我还没制服对方，我就翘起来脚把他打出去，那么背后敌手又过来，我抓住对方的手一拳把他制服，紧接着再补上一拳。
回身顶肘，踩脚外摆，双绝手。回身顶肘，由现代的三步枪手动作变为后方向我来攻击。我首先躲开，接着用肘顶击他的胸部。那么我现在变为主动进攻，来用我的左腿弹他、踢他。他躲开之后，用腿进行攻击我。我也同时用腿把他的腿掰开。那么接着他又用左右拳同时向我进攻，我抓住他的两个手之后，先凝住反关节部位，使他没有力量，接着把他给推出去。正面动作，双引领，大虎抱头，起身，肩部单叉，起身，二膝抬脚，五花坐山，手势还原，阿弥陀佛。双引领，大虎抱头，由现在的双绝手之势变为我身向后转，同时两手向后转动。那么这时候
对方有可能会来攻击我，我首先做好防护，接着起身。对方这时候给我了一个很大的空档，我可以用脚一脚把对方制服，接着收拾这个大红拳套路，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。阿弥陀佛。少林大红拳。Thank you.